小心你会不会飞轮海？你再翻可能会有飞轮海，不要小心。五月天，哎 ，OK OK， 哎，不要动。没有加长行李箱，但是有系安全带的服务。在你会紧张哎。不会啦，我也。那我们出发喽。哦天，你需要洗头吗？你的车子真的是不是很干净，好直接，而且这个很粗糙哎，你发型对了，泡棉纸，那个也是算在预算内，这个是，那也是有金额，那也是请你的，整个结束之后，这件会送到华研，没有要这个，包括那个夹子，我看到这个，对啊，我开车，我妈有给我求爱，平安，你是求爱，我妈帮我求爱，但是这个我不会挂在这，哦。你会像当成项链吗？还是包包？哦，钱包里面。当成项链。项链。你看这姿势不好，我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开车的人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待会也可以换一下座位。可以。我们现在保姆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看，这都是开车本人。很犹豫、很害怕的那种。一般的道路上，你只要是在速限内，然后你。眼睛清楚、头脑清楚的话，基本上你不需要太犹豫，因为你犹豫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节奏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你就会造成别人困扰。所以你要尽量在这个 rhythm 里面，有你的一种嘻哈的感觉。你看，他现在不行哦，他不能聊天。对他，因为那台公车根本压根没有切到这，他就停了。这时候我就会觉得 what the？ 对。哎，你会不会标准太高了一点啊？因为不确定，因为我在看那个什么导航。还没有，还不用切，不用切。不用先切吗？你有怕的吗？这是不是驾驶座最怕的人？对，我跟你说，最重。啊，我觉得还是闭嘴。我开车也很讨厌，讨厌人家这样。不然我开车载你，因为我开车很帅。什么？我其实蛮喜欢载人，然后我也蛮喜欢开车，很喜欢开车。那你很适合一个职业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计程车。我们等我到底可不可以交换？可以。我梦想的车是那个 Aston Martin， 就是007的车。太梦想了。那我后面的真的要快一点，因为后面的那个。好，那我试一下。好，跟着下车。我现在一上车，我就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东西。我有时候会想穿拖鞋，应该随时的。天上居然被亚伦载。可能不好意思，我必须挡住你的经济，所以这样靠近你。我没有在看他，可能不小心会立刻到你。到底是低档吗？什么？天哪！哎，他开车很帅，记得配他特写，脸部脸部。哇塞！单手，天。白色雪花落下，永恒即将许下。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啊？我就不信你平常开车手会放在太阳穴这边。真的会。太帅了，我也会。那会摸嘴唇吗？就开开摸。好，摸嘴唇啊。那你摸一下。我思考思考事情。看看多帅。神经病。拍戏的时候用过，觉得后来自己看觉得，谁开车会这样？好这样。对对对。摸头发。哎。偶像剧姐姐情节。我先真的。还蛮喜欢。我一千块就要吐出来。这样子牵手。啊，他瘦瘦。这样子牵手可以。赵先生，天哪，请姐你性命不保。
很温馨。拜托，每次我是坐席。晴姐，你今天没有通告费了。哇塞！我很讨厌开这个很多车的街道，我很怕摩托塞克。超怕！哦，因为他们钻来钻去。他们真的很会钻，但是有些技术不好的时候，我很怕我的爱车被刮到。哎，等等，你有摩托塞克的时期吗？几乎微乎其微。对，车真的是。怎样啦？怎样啦？黑的耶，蛮忙的耶。谢谢你，没事，谢谢，是真的。忙跟脏很不一样。陆勇陆胎哥，卖刷还比较好一点。没有，我想说挤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雨刷水。排档有点歪。排档、欸，你看，它原本是这样，它可以调整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它是不是有点坏掉？弄到坏了啦！那你的车有去？今天我跟你讲，今天是旧的，今天平常开车他不坐椅垫的。油还够不够？人生第一次。哎、欸，但这倒是真，你没说我也没发现呢、欸嗯。那你要去修一下，不然你会有问题吗？拿钱。加速！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听到你的车有这种赛车声。这个车，这个不是吃力感，是吃力感。吃力！来了！好！前面在前面应该是右转，那么那边啊，他们在那边。那你在问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是保镖吗？保镖啊！哇，这个保镖。很知道这里啊，然后我一直很担心他就不见了这样。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来了。哇，十年前的事了，所以这家店应该有十年了。啊，走了回家。你们是同一家吧？对啊，我们开21年。开21年。21年，对，就是对啊，同一家嘛。对，是我。对，我们在隔壁。你们在隔壁，然后应该是我妈妈，我妈妈退休了。哦，真的哦，是我妈妈退休，是的，妈妈退休，好感动哦，天哪，当年都是我同学帮我点的。好，我们直接走到找位置，找你最习惯的位置。我都坐外面嘞，坐外面，我认真坐外面。那还是我们要坐外面？都行啊，我们可以坐外面吗？还是不要？还是坐。我们在这里，那边不错。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拍谁啊？但因为我们以前也都会两边都叫啦。大家一起坐。那愿我与请客，就去看他位置这么大，大家都可以一起吃。大家，我请好了。我请大家，我们请了，因为这比较便宜。因为我看到我老师说，应该是不一样，我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。我们会录到一半，发现已经来作家，不可能。等一下，你第一个点的是猪头皮，你一个男明星可以吃，怎么了？男明星不能吃猪头皮？谁规定的？你不是应该是我烫青菜，然后过油是？是，我来点个烫青菜。名字好肥的，我问你几个，吃什么你就吃什么。我点五个。哇，可以吧？五个乘100元，真的很感动。哎，我们女生也要付。要不要付钱啊？对呀，抢着付有没有？我们来付啦，因为小钱我们
买。好了好了，五个才100元。还是冲绳机票真的先买，我们之后可以。Part two， 可以啊。最想，可是你都没时间啊。我怀疑是跟阿土比较好的朋友，怎么可能？是阿土不愿意。还是我们干嘛？我都没时间。阿土那个，我们宣传部预算快用完了。哦，不行啊，我一出去就要花很多钱。好好好。一出去要待6个。然后他不愿意帮我，他不愿意帮我。他说你今天来回太危险。那我去3天2夜也是会犯罪，是不是？你会突然失踪，就杀人。我去到那里，然后把护照给撕。有可能。太严重了。我好奇一件事情。什么？司机嘞？司机刚一个讲说还要吃。我要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因为其实我们的摄影有一次去停车到现在都还没好。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摄助。这里确实不好停。我们的那个摄影去停了半小时，车还没好。真的？所以我们的监制可能要停半小时。很难停。哦，那我们的清洁。我们应该要坐捷运来的。你可以坐捷运吗？哦，那我们捷运回去。那你还可以搭捷运。我是台版金牛里维，好不好？钱为什么我们要出啊？哎，你昨天去拍那个，你好意思让我们出哦？是你们说可以出的，我才接受。你帮他系安全带，我们请客吧，多给你600块。啊，不然天王我怎么好意思帮他系安全带？我是冒生命危险的。我觉得这个有效果，应该是可以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耶。没有。好了，没关系，不出也可以了。我没说一定要给我，先忙不说了，等一下开会。他来三千，这下该怎么办？